遇到人我敲两下应该就挂了，两下到三下。所以我现在应该有反击的手段，对不对？如果我没有被发现，我可以潜行到他后面，然后敲他，把他敲挂，这样我就有新的物资可以捡。我说不定还有枪可以拿。等一下，这边有洞。耶、yeah, ，物资，酒精满了，随时拿着我的，随时拿着我的药品。等一下，我看一下现在干嘛。搜索一个单元，前方的大型区域就是我的目标区域。我要在这边找到修理骇客道具的零件。我转了一大圈，结果又回来原位了，浪费时间啊！恐惧会让人做出奇妙的行动，热食。你没有听到吗？有滴滴滴滴滴滴滴的声音。不能吃。我在想说，我可以按，然后叫吃的出来，然后可以补血。不行，没有这个功能。这个游戏多长哦？我也不知道哎、欸，我不知道哎、欸。有枪啊！耶、yeah! ，六发。放射型左轮，嗯，八发嘛，一二三不能按。现在滚轮是固定在左轮上。平常的时候枪是收起来的，它不像 FPS 游戏是永远 有把枪在上面。需要钥匙卡，我没有找到我要的东西了。啊，钥匙卡，哎呦，眼馋！这个记录系统记录一次之后要等它充电，才能再度记录。有人吗？没有。哎，有人啊！那个是活人还死人啊？烟雾弹。看一下，这个烟雾弹应该是制造一阵烟雾，然后让我逃跑之类的，完全是逃生道具。而且丢东西怎么都没有一个快捷选单呢？好讨厌啊！我还要这样子选吗？烟雾弹这样子，然后换成左轮这样。看我在选武器的时候，我就被打爆了吧？啊，那是死人啊！我看他身上有伤口，仪器无效。Oh God！ 这死人应该可以捡宝了。他的眼神看起来非常死，因为他是个死人。等一下，我看一下有没有东西。闪光弹一，哎、欸，闪光弹夹是什么？是什么？爆炸声会击晕附近的人员。多一个。闪光弹跟闪光弹夹有什么差别啊？
哦，我刚刚是拿烟雾弹啊！靠，要真的是精神不正常了。主人弹药化合物废料。嗨，他的他的功能就结束了，他的使命结束了，他就是放在这边让我搜索一下子弹而已，就这样子而已，就这么简单。大家一定会想着说，那尸体会跳起来，对不对？并不会。人死了就死了，这个又不是绝命异次元。Oh、啊，飞行纪律就是黑盒子，它有太空站到目前为止的飞行记录，还有一些重要的对话记录。哇，被删除了，搞毛！我见毁损，生气了。雷普利崩溃中，他啊，你什么东西？啊，这样子。Okay，stay focused， 保持注意力。要哭了。使用这按的是干嘛？看见按钮就按，我不知道是干嘛。哦，啊，移动夹层而已啊。干嘛？我移动夹层而已，我。我什么也没动啊！另外一个夹层还可以移动，玩躲猫猫。我是要看蓝色这个，对不对？好烦哦，这种移动方式，它都没有一个。全部的控制器吗？哎、欸，不能按了、啊。仪器无效。这是伺服器。数据单元啊，捡到了。允许访问等级一。代表说密码锁的门如果是等级一的，我就可以把门骇开。这间应该可以了啊，可以了。使用滑鼠输入，什么意思啊？啊，绝命异次元啊！移动键按一。这个。不是吧？开个门需要这么麻烦？不要吧！但是，我天哪，开个门这么麻烦，还要在那边玩符号。我在按符号的时候要在按太慢，那后面有人追击我怎么办啊？不过比起接水管，我还能接受。真的，比起接水管，我还能接受。要先找到信号源，然后按错了啊，搞毛！我只能错三次。个，好有趣哦，好像小孩子在玩拼图一样，哔哔哔哔哔。我只有三次机会啊。很多柜子可以躲。废料，废料。Message from Marshall Waits. This is Chief Porter in tech support. Look.There's nothing on this flight recorder, Waits. We've broken God knows how many corporate confidentiality agreements and come up with zip. 等一下，这边没有录。The Weyland-Yutani logo and an empty readout. Now these things are built to last. So either someone on board the Nostromo asked its mother core to wipe it clean, or somehow the data's been corrupted before it got here. Care to fill me in on why this was a priority job? Hmm.他们把人关在这边，把太空站关闭是违法行为，但是他们不知道该怎么办。就是有什么秘密深藏在这边吗？比自己生命还重要的秘密之类的，宁愿被异星吃掉，也不要让大家离开这样。我现在有一些等级一的门，应该可以进去了。Give me a break.
解除安全锁定。前面吗？不对，门已上锁。等一下看一下地图啊。前面那条路啊，这里了。下面可以走。等一下，这个是钻出来的地方，我钻过了。玩这个游戏需要很好的、很好的那个什么、地形辨识能力。第二个图案这个吗？啊，这是四个图案哦。哎，三个，哎，靠腰，三个图案，我看成四个图案，不是吧？需要很好的地形地图辨识能力，因为你这样走来走去了，太空船的一些构造都是小通道，接着小通道，很容易就迷路了，就忘记自己去哪里，走过什么地方这样。解散了80%的人之后，这个家伙完全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他只不过遵守命令而已。阿波罗人工智能治理系统经常出问题，没有东西，功能没有空的。什么也没有。解除安全封锁啊！按一下就解除了，太棒了！哎，这键盘怎么回事啊？电竞键盘吗？上面那么多按钮，什么东西啊？不是吧？他没有看见我，对不对？嗨！我看着他这样好吗？你怎么知道他在哪里？哟！不要对我玩触手 play。他走了，他往右边出去了。设施管理室，我现在遇到异形应该是必死无疑啊！我看一下地图啊。侵入电梯进入，等一下啊、哦！电梯在哪里啊？前面吗？我要跟着异形的屁股进去吗？这是在玩失忆症吗？怪物出来的地方，我都要跟着进去。那这样是走前面了，对不对？解除支架。哎、欸，不对，电梯好像在我前面了。哎、欸，管他了，打开再说了。冲啊！啊，这扇门开了。哎、欸，不对，下面是死路。死路，附近都有一些柜子供我躲藏了，所以我应该还 OK 吧？应该还 OK 吧？这个，光头被异形吃掉了。干嘛？访问重设。嘟嘟嘟嘟哔，用滑鼠来检测系统的位置，进入新区域。启动这个吗？不稳定系统。我要进入哪一个、啊？
要吗？等一下，侵入电梯前往西格森通讯。等一下哦，我这个东西好复杂，我搞不懂，说到底是要先按哪一个？空气净化要先开吗？不稳定系统这样，可是这样变成没有空气啦，完全是充满二氧化碳。电梯好像是在前方，对不对？跑的，靠，这在上面还是下面啊？在下面。那个通风口是拿东西，我记得我有去过，被咬死的，捡宝一下。照明大酒人手表，拜拜拜拜拜拜。过来！这个，瞬间变快了，在压迫感之下，瞬间能力变好了。让我上去，让我上去！啊！刚刚那个循环系统的操作方式，我有点不习惯，真的不习惯。比如说，我可以把氧气系统关掉，然后再开启另外一个空间的电力。像是一个电力传输，然后那个区域就可以去了，有点小复杂、啊、对我来说。All visitors must report to reception. 原来是尸体，不是、啊，原来是宝箱啊！尸体变宝箱，哎，有人呢、欸？谁呀、啊、？Hello， 报上名来。My name's Ripley, Amanda Ripley. I need your help. Please take a seat.Someone will be with you shortly. 啊靠！这真的是机器人，生化人。他要我干嘛？他叫我坐着等。谁理他？我不能直接开枪啊！访问重设。哔哔哔嘟嘟哔。大门入口打开，视角关掉。大门入口打开，大门入口要删。空气净化关掉的话，变成说周遭的空气会变得很糟糕。等一下，前面吗？然后就整个就看不见了。空气净化系统完全没有作用，靠腰，这会把人家毒死吧？前面有人。他说：“他们最终的目的是要连接大家的感情，让大家觉得居住在这个环境中有一个类似依靠、一个环境共通感、归属感。”那好像有个蓝图哎，奇怪，这边怎么都光头？哎呦，哎，要，他没有看到我对不对？他眼睛好像看这边，这是有敌意的人还是？还是友好目标啊！眼睛会发光，看起来好恶心啊。进不去。Can I help you? I need to get into comms. 啊，他是友好目标啦！害我这么小心，这么谨慎，要吓死我！Apollo has the situation in hand. Your registration is almost complete.Forget it. I'll find my own way in. 生化人是照着指令来动作，所以指令告诉他们说船上一切正常，他们就是觉得一切正常。真正在发生的事情，他们是完全不管的，因为他们就是机器人。通讯室钥匙卡，我哪来的钥匙卡？里面有人。Surveys have shown that consumers are often uncomfortable dealing with advanced human real androids.
啊，好多东西啊。电力不足。电力不足，我要回去操控那个。Some kind of tracker. 区域控制器。哦。It's been modified. 好经典哦。这个是可以感受出附近的动作的一个仪器啊，动作感知器啊。他在扫的时候，哎呦，后面那个人怎么在后面？干嘛、啊、？No, no problem. 生化人在我左边，所以你们会看到左边格子在亮。如果异形在动的话，你会看那个小点，小点在接近我。那是一个动态。动态感知器啊，这边可以重设。等一下、啊，哔哔嘟哔哔，是哪一间房子啊？扬声器吗？照明，这样，这样吗？哎、欸，不对啊，已经亮了。合成哦、啊，等一下、啊。我在通往楼上的门那里加了手工锁，找出发生什么事情之前不想错误无法发生。注视西格森之眼，所有的科技都应用在信活生殖中。2034年改变了一切，超光速飞行技术出现，使西格森走上了成功之路。西格森。这个公司啊，这个技术不重要啊，请理解。如果你收到了，我们正在赶往西格森通讯中心，我们没有给你打招呼，是怕你会阻止我行李。大门入口，碎啊，开了。等一下，那条路可以上去，好高哦！在远处有个东西一直在上面，那个应该是生化人，对不对？然后动作感应器应该不用装电池了吧？手电筒要电池，动作感应器也要电池的话，就不用玩了，那吃电池就饱了。有监视器在瞪着我那个监视器的意义好像是说有一个控制中心，你可以在那边观察说有什么东西在移动这个区域，这样先往亮的地方探索。Human staff 休息室，人类员工的休息室，所以说生化人就不能进来。生化人跟人类是有隔区的。在镜头追踪器屏幕的边缘标记点是你的任务位置。什么意思啊？是说那个绿色的地方吗？这个是什么？在触发后可以持续释放尖锐的噪音，吸引大多数人的记忆不注意力。四秒后才会触发，这个就等于是吸引敌人的道具啊，一个诱饵。哇，休息室哎，包厢。是不是有饮料掉出来、啊？滑鼠右键，S， 碎呀、啊！有的门还是可以手动的嘛。这个好像是绕了一圈了。
打开输送带之后输送了卡住的东西，然后有道具掉出来，好有趣哦！哇，宝箱！这些柜子都是用来躲的而已。嗨，你就不能对我说句话吗？你在里面一直按按钮，你不能把门打开吗？限制区域，请离开。Let me in. 钥匙卡。I need to contact my ship. Sorry, 我往你头上射一枪，你就同意了。我登入了阿波罗，欢迎来到这艘船。There's gotta be another way inside. 这些生化人真的是只遵守命令呢、啊。嗨，开门一下会死哦。我只能用嗨的。哎、欸，这个啊，一入侵。这个骇客小游戏还有另外一种玩法哦，这有没有这么有趣啊？我要不要现在跟大家赌，以后会有接水管出现在我的荧幕上啊？这是太空船的构造图吗？好像不太对，画超烂的，超复杂，看不懂。好黑，禁止进入电梯，非法闯入。就是啊，有人呢。Don't you recognize me? Listen to me. We've got to reestablish long-range communications. 手上都带枪啊。Get back! I'm warning you. This is all this advocate. 干嘛？啊，中枪不会死，生化人。啊靠！生化人，照理来说不会对人类做出一些暴力行为才对啊。搞什么啊？他们服从的命令应该是西格森公司的命令啊。搞屁啊！会乱杀人。我现在有三种敌人：人类生存者、异形，还有生化人。情况有没有总在恶劣一点呢？进入电梯躲避侦测。那边有个扫描的范围，等一下收集一下，捡宝。刚刚是不是有个生化人进来这边？如果我遇到他，我可以杀死他吗？我杀得死吗？不是杀能不能杀的问题。阿金的肚子怎么了？生化人生一颗头也可以活着，没错。自动检测到敏感的讯息，所以被西格森阿波罗记忆。所以说，这艘太空站发送出去的讯息都是被监控着。我的一个同事寻找一些导入文件，发现问题，他是新来的。651行政公寓，这个有没有意义啊？651，之前那个密码还没有找到地方用、欸，哎，0340，没有有用的情报。看一下有没有生化人在这边啊？那边有一只、欸，哦，两只、欸，他们会打我吗？解除控制器啊，成功了！我现在可以去那个控制器旁边那个大门了，因为监视器的控制已经解除了。那边有一只，要攻击看看吗？凡事都要尝试一下。啊，算了算了，
他回头了。算了，不，算了。我只是一个普通人，我不是，我不是 Isaac。通信治愈室，呼叫电梯，一步。等那么久。Come on。怎么那么久？B